在桃园的彩色海域节嘛。然后这里是活动的现场，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不好，下雨。不过整排的海域，它跟那个竹子湖海域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颜色非常缤纷，有粉红色啊，然后跟黄色啊、红色的海域都算桃园海域的特色，非常漂亮哦。来这边大家爱惜，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很特别，是你每一次都会有班机过去，然后所以有就是海域跟飞机的景这样子。